But through prayer, faith, and hard work, the church is growing, and God has shown them one special way in particular to reach the town.教会有很多人，所以很好玩，所以我才要来。然后家里又没有人，但我觉得，我不打，很无聊，所以我才来教会。来教会，很好玩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孩子愿意来喜欢嘛，他因为孩子，然后才去做改变。我是从外面经过，然后那个小娟就把我叫进来，我在那里绕来绕去，然后就透过谁，然后认识我爸，然后传福音给我爸之后呢，然后我就信耶稣了。